监视器画面中，黑色轿车开到机车行外停了下来，至少经过两三分钟，这一辆黑色轿车才又继续往前开，开到了附近的动物医院再停下。当时这一辆车上疑似有两名枪手下车，找上了另一台轿车上的当铺业者，要抢劫当铺业者车上的1500万元珠宝。过去了啊，看他没有停啊，有停就是他。还原当时状况，当铺谢姓老板接到绰号宝树男子，引荐买家购买1500万珠宝，说好在高雄鼓山九如四路一间动物医院外交易，谁知道来的两个男子居然持枪要行抢，当铺老板和朋友急中生智，强开车门推倒对方，加速开到派出所报警。我看两台车开好快啊，然后我没注意看到什么枪。附近居民都说没有注意到当时状况，但是当铺谢姓老板说，会约在鼓山九如四路动物医院，是因为这间医院距离鼓山分局内围派出所不到150公尺。对方拿枪威胁他吗？他是说拿出黑色东西了，那至于是什么东西，可能目前还不是很了解。为了1500万元珠宝，嚣张抢匪好大胆，拿枪街头行抢，也不怕派出所就在旁边。附近店家监视器拍出当时抢匪在街头等待犯案的画面，警方目前还在追缉当中。三立新闻黄志忠、王子伦杰高雄报道。